打不爱记得死亡边境二教学之问号箱解谜箱点灯攻略网分享。WIT 要分享问号箱解谜箱点灯攻略网。问号问号问号箱解谜箱的点灯谜题花很多时间或解不开吗 ？WIT 要分享能帮忙破解点灯谜题的攻略网。点灯攻略网不是 WIT 制作。DF2 实用资讯资料表很早就分享点灯攻略网。WIT 只是再次分享并说明如何操作使用。DF2 实用资讯资料表与点灯攻略网连结会放在下方说明。感谢 AY 编辑 DF2 实用资讯资料表。点灯攻略网操作介绍。点灯攻略网是英文界面。问号问号问号箱解谜箱的点灯谜题只用到点灯攻略网框住的部分。点灯攻略网右上角选择语言有资源繁体中文。解灯谜要先设定点灯谜题的灯数。上下箭头栏位是纵向灯的数量，左右箭头栏位是横向灯的数量。目前设定是释然三列，是 WIT 最常卡关的点灯谜题。点灯谜题灯数设定完成，接着在左边的格子中，在按灯的位置输入一，按灯位置输入一完成，接着按下方的 Solve， 接着会在左方出现解法。玩家只要在解法出现一的位置点灯，没有顺序就能完成。抽奖 ，WIT 要来抽游戏点数100点哦。抽奖三步骤：一、订阅 WIT 的 YouTube 频道 ，YouTube 账号需要关闭，将订阅笼一律设为私人状态开关；电脑版关闭，将订阅笼一律设为私人状态开关；手机版关闭，将订阅笼一律设为私人状态开关。二、对影片按赞，我喜欢。三、在影片下方留下关键字 DF2 加死亡边境2玩家人物名称。玩家人物名称是领奖用，务必填写正确。WIT 会在影片发布后14天寒假日抽出一名中奖玩家。WIT 抽奖用网页连结会放在下方说明。中奖玩家会公布在影片说明与 WIT 的 DC。领奖期限开奖日加14天寒假日，中奖玩家请用 DC 联系 WIT。问号箱解谜箱点灯攻略网分享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还没有订阅 WIT YouTube 频道的请协助订阅 WIT， 感谢您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支持 WIT 创作更多教学影片。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 WIT 的影片，请协助按我喜欢加分享。想先看到 WIT 的新影片，可以开启小铃铛通知。我是 WIT， 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